我觉得非常有趣，就讨论了一下中文教学的 innovation 和 efficiency 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个应该结合起来一起做，比较互动，这样对自己很有帮助。是第一次参加海外中文教师的培训，西方的学生他在学中国文化中也都会遇到一些主要的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后面呢很多文化的成分在里面，而哲学本身又代表一个文化的一种精神，这个方面他就可以去展开来讲，也引起他们对中国文化更深入的了解。On how you differentiate in classroom and how you make the management, the class management in that, and then specifically apply with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nd how they will use it in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ties.提供系统的支持，这是我们格罗宁根孔子学院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所以我们从成立以来其实每年都会做一次大型的教师培训，今年呢我们选择了三天的项目，安排了十场讲座，两次小组讨论，并且有一个回顾和反馈的环节。综合来讲呢，我们非常感动，三天的项目大家从头至尾参与度非常高，而且反馈也特别好，这个呢也会鼓励我们在中文教师培训这个领域会进一步的努力，争取为老师们做好更多的服务。